那你可以可以看普通的。飞龙在天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在地上面偷龙跑来把你打，对不对？以前啊，你打了哈，象征皇帝的这个龙头啊，哈，你就准备要被砍头了啦。所以哈，龙以前是不会被刻在地上哈，让人家这样子踩的哈。但是啊，因为这里是台湾省议会嘛，台湾民意的最高殿堂嘛，所以那时候在盖这个省议会的时候呢，就故意刻了一条龙在地上哈，要干什么？大家猜猜看。民意为上，民意为上啊，就是要给大家去踩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，哦，他们去盖章，好，他们去盖章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去盖章，好，他们比较急嘛。等一下哈，那个等一下我们要进去议事堂啊，哈，所以就要请大家哈，踩一下龙，再进去议事堂哈，完成这个神圣的一个任务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你踩了龙哈，就代表皇帝的时代哈已经走了，啊，民主的时代已经来了。